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民政局的业务，要说的主题是绿色柜台电子化的这个功能。什么叫做绿色柜台电子化的功能？来简单给我们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啦。这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你也加加减减不去过户政事务所，去户政事务所要做什么？有当时你是去办身份证，有当时去比如说户籍的这个迁移啦，你搬厝，那么在这个中间你去到户政事务所，那么你就是先要填足侪足侪的这个资料，那么这资料哈，和这个户政事务所的这个临柜这个服务人员哈，帮你服务了后，那么你可能哈，在这个你家大的所在哈，啊，还佮迁去你异地哈，就是你新的这个住址这个所在，你还佮走去迄个所在佮办一届，算讲入迄个户籍啦哈。那么这个中间哈，你敢有想过哈？你安尼伫家地啊走走的，啊佮要去异地走走，当然这是过去的方式啦哈，迄是伫无电脑的这个时代的时阵吼，咱必须要吼安尼奔波安尼走吼。但是呢，慢慢吼，咱的时代已经行到即满21世纪啊哈。那么21世纪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安那医化嘛吼，电脑化。那么有这个电脑了啊，你会发现讲吼，即满呢较唔免遮尼那麻烦啦吼。可能吼，你只要去你住的所在去啊迁移户口就好啊，唔免去找两个所在。那么唔免找两个所在了后吼。这么个愈简单啊，无定着呢。你透过电脑的这个功能哈，你当处哈来操作咱的这个电脑，那么可能你连户政事务所嘛免去啊了哈。那么咱的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哈，啊，咱的这个户政事务所嘛是对着咱啊这个时代进步哈。那么当哈安尼，给咱的这个乡亲朋友哈，大家方便啦哈。那么在今仔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到哈，在这方面哦，当然呢，伊是伫这个基层哈，安尼一步一步行到哈，咱户政科的这个科长哈，这个职位啦哈，所以伊对着这户政的这个业务非常的熟悉，而且呢了若指掌哈。所以呢，咱今仔要问伊的这个问题哈，对伊来讲哦，这是足简单的问题哈。那么咱邀请哈，咱今仔日的这贵宾就是咱户政科的这个科长哈，张生木科长。科长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还说咱讲绿色柜台嘛哈，电子化的功能啊哈。其实我有卡多有甲咱的乡亲朋友简单介绍，我咧想呢，我简单介绍的这是初步呢。我想呢，咱科长要介绍的应该哈更加深入，而且更加专业哈，是不是？看科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是的，在这边的话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在我们在今年的话，109年。那个八月的时候，就在七月的时候的话，就开始进到一个就是说，无纸化的旧时代。那其实的话，从绿色柜台这个概念上来讲，可以跟我们的乡亲解释一下。其实绿色这个概念，其实它有两个环节。第一的话，就是说尽可能让我们的就是说申请数列减少，就是咱的书币的保存，包括纸张的用量方面，尽可能让它减少。那第二个部分，就像诚如刚才主持人讲的，因为再怎么减少，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的乡亲还要在外面奔波，在奔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骑车、开车，那怎么过程当中造成环境污染？那我们就想到就是说，让如何让整个过程当中让人做到一个减碳的程度，这就是在我们绿色柜台对推动的最主要一个目的。那当然的话，其实在整个户政的就是说在整个绿色柜台这个方面，我可以分个三个阶段来讲。那第一个阶段是才从其实在从民国82年的时候，其实内政部那边就开始就在规划，因为在我们以往的话，就是说民众可能去了解到，去到火警署说新鲜解的火警天分，它是用抄的，那是从哪边抄出来？那是户籍大部，那是全部都是用手工去誊写。民众啊，去火警署说新鲜案件，第一伊爱申请申请书，火警署说帮伊填申请书，申请了伊要打这申请书的部分，就是说在填列到他的那个户籍登记大部里面。那誊过去以后，并不是誊过去以后就没有了，以后的话整个户籍异动。他的，比如讲，他的户长迁出，户长的话，可能
更换或者部长死亡、嗯、这部分，它整个大部部业就要重新更换。所以说它整个部业的话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并不会说因为你这边的人口数就这么样而已，它的就只有这么量，它会越来越多。所以说的话，内政部的话就在整个规划，就是说那这么处理方式的话，整个户政务所的厅舍有限，那这样一直膨胀不是一个办法。不要起层口来对对对对，所以说他开始去规划去做全国性的，就是说那一个户政资讯化这个动作。那大家知道，就像现在我们在处理手机方面，其实我们手机有研究系统，也有 OS 系统。其实为什么两个在处理方面，它有些资料在传输会有一些就是说瓶颈，因为它是两套不同的系统。所以当初内政部在规划这个方式，就是说以全国的同一个系统下去做链接，就是同步来建制。那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等全国建制完起来以后，就可以达到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今天的话从甲地迁到乙地的时候，只要透过线上去处理，它整套系统是因为它是同一套系统，它就可以很快就去应用它。而这就是在86年的话刚开始的话，对于在减碳这部分，包括就是说这个在减使用，就是说纸本这部分的话的第一个初步概念。那在持续到目前为止，在102年的话，它其实已经进入到第一个阶段。从102年开始，其实政府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虽然户政事务所把整个就是说户籍的部业它做到一个非常减量的作用，就是说我们户籍资料部业86电脑化以后，他就不再重复再去陈列那一些纸本的那一个就是说服务业。那大家政府就想到，可是民众还是要在外面奔波。虽然户政事务所在迁入跟迁出的部分，他以现在不必到回到迁出地了，他可以直接到迁出地。可是办完以后，他今天搬了家，他的水电要改，水要改，电要改，可能我有手机，我有账单，我要改，那我必须。电报啦，迄个什么监理站啊，监理站全部拢爱去一撮一撮。好像说招待的监理站、电信公司，伊那个就是每一间电话公司，甚至的话就是说像第四台这个东西，它基本上都要跑 run 一次。那我们政府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为什么不行？就是办完以后直接向我们户政所申请通报给这些单位，让他的资料的话去直接做链接，帮 你通报，这样就好，你就不必再去送了。所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从102年到现在来讲。就是说我们就持续在做这个动作。那在近几年的话，近几年我们甚至因为通报的话只是可能就是很单方向的通报，就是说你的住址变更改了、你的住址改了、可是在近几年的话，我们持续再去推动叫做134服务、比如讲国军、那今天国军的话，他可能就是他国军有他国军的身份，他办理完结婚登记以后，他想要申请他的结婚补助，那可以透过我们系统，他可以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他是申请，就替他申请。你得另外去找一届，你得每去找一届，伊唔是他同步啦，就帮伊申请同步得去。要国防部那边的话，资格审认完以后，就会把他的就是说想结婚补助啊，直接汇到他的户口。只是做到目前，我们还是持续在做的。那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说户籍通报，我们以目前来讲，台南市的话，以一个月的通报量，就几乎在17万件了。以目前到7月底就已经17万件。所以呢，我现在的简化了吼，你想看嘛，有17万人底下了，对对，在外面转，他妈都跑来跑去。对，那以去年来讲的话，我们通报的量的话，都通报了31万件，所以说量能的话是非常大，是可以帮助到很多民众。就是说可以不必再就是说为了今天处理某些事情还要到外面去到处奔波。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是在我们的绿色柜台的第二个阶段。那今年的部分的话，就是今年109年7月这部分的话，其实是已经进到我们的第三阶段。因为政府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现在的话，虽然户籍登记部业我已经就拉可住，就是说已经固定住，就不需要再腾列。那申请书的量还是一直在膨多、因为所有户籍登记申请书的话，它保存年限几乎都是永久保存，因为关乎到人民的权利义务。比如讲的话，我们时常他遇到，就是说，比如他可能就是说他是十几年出生的，可是他可能 maybe 可能就是说移民到国外，他可能要必须要回国要申请他的。
原先的出生证明书，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说户政事务所必须要去看他当初是在哪边申请，就会用电话传真的话，传真到对方的户政事务所，那请他的话把他印下来，又传真回来再核发给他。所以你唔免伫国外，搁走来，唔免得啊，等下台湾搁坐一个飞机，搁开一个飞机。对对对，所以说那个资料我们都很完整去保存它，可是。刚才的话，就看我在陈述过程当中，大家有看到一件事情。伊来我申请的时候，我爱得卡等会过，伊爱去然后调案件，伊爱他的话传真改，我才能核发给他。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是很慢的，因为有时候他还要去他仓库去找那一件案件出来，而且量的话越来越多。所以说的话，以现在目前政府又想要今年又想要这件事情，所以说从107年开始，我们内政部这边的话，包括市政府配合他们开始做这些，就是说无纸化的动作。那无纸化这个动作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他现在申请书就不必列印出来了，申请书不必列印出来以后的话，他直接在我们系统上登录完以后。他在签名板上数位签名，直接签名，签名以后他就会直接存到电脑里面。那存到电脑里面的话，他的户角证件我们会透过拍摄机直接把它拍摄存到跟那个申请书并在一起。那个好处在哪边呢？假如今天的话是在台南市办理出生登记，假如今天你有幸机会迁到其他的县市，或者是有从其他的县市迁到我们台南市，可是可能你是当初是在澎湖办理出生，你不可能为了办理一件出生证明。又飞回去那边去申请，所以这个部分难免伤财。所以说，在无纸化以后，这件申请书我们就可以透过线上就直接捞取得到。这是在我们无纸化就绿色柜台的第三阶段。那我们在其实有一个愿景的是在进入在一个第四阶段，就是说配合明年的 New EID 的申请。当今明年的 New EID 申请完以后，其实我们会期望就是说。以后你甚至不需要到我们户政事务所临柜申请案件，直接透过线上就可以完成你所有的案件。这是简单的讲啊，就是讲以前吼，咱若搬厝啦吼，咱讲搬厝都忝啊。你除了搬遐家具啦，搬恁家的遐有诶味诶，然后回来了后，你还搁一项一项去甲归咧哦，这哈忝遮就忝足济啊吼，然后。刷落去，得爱去找事务所、户政事务所，搁去找银行、找什么所在吼，把所有的这个资料可能拢爱搁重新吼，搁去改更新啦吼。但是咱今仔日吼，这个户政事务所透过咱即马的这种。医化的这个功能了后吼，那么以后咱这个工课吼，拢唔免咱个家己去走，走去去治理，然后因为安尼吼，像我你讲的17万，17万。你也想看看有17万人爱踮咧路林哦，安尼撞来撞去吼，哦，这个真的是劳民伤财吼。那么我咧想啊，他如果咱科长咧讲啊，讲咱要用这个绿色柜台电子化的功能的时阵哦，当然咱事先弄爱做前置的作业，然后比如讲你系统爱修想嘛吼，你系统无修想的话，那么咱根本的你讲要互伊简化，无法度简化啊吼。所以在这个当中哈，咱前置作业哈，就是咱进前可能爱做足侪准备，然后是不是嘛？跟咱分享一下这一个过程，好不好？好，那跟相亲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整个系统的建制过程当中，我刚才有讲到，其实它是从86年就开始建制过来，只是86年贝尔老年迄阵建制的时阵，其实伊特系统伊无阿多做到这种即时性的回应，所以讲你180几年，180八年的时阵，规个系统都有更新。那基本的话就是电影工，因为早期其实这个无纸化电影工手签版的这个部分，其实102年的时阵，我们就开始规划啊。本来那时候就开始要把它纳入在整个这102年的更新计划里面。不过迄阵的话，咱讲的时代进步真正足惊人，因为有些设备在更新非常的快速，所以它当初的话，有些设备无法度去，譬如讲咱即卖讲的，就是像有一些。屏幕跟搭配手写板这部分，以往的话可能都要拆开。那以往的话是想要把它并在一起。后来的话就是说，因为整个设备的放置不容易放，所以在102年的话，无纸化那个部分的话，其实后来的话就无疾而终。可在今年的话，在108年、107年的系统再重新更新以后的话，这个话。在接接方面就接接的非常漂亮，那又搭配在107年我们就台南市的户政的
工作站的话全部去更新。嗯嗯，就是说因为要好的服务就必须要有好的设备，好的设备才有好的效能。那这部分的话我们更新完以后的话就开始去借接上去。那其实在我们系统借接上去以后，我们也比如说在109年7月的话我们就马上开始去做，因为我也怕一定说系统会断机，所以说我们是在今年的话就是在5月6月的时候我们就请户政事务所开始要去测试它，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大家能够就是说在书写方面都可以很顺利。就是说我们的硬体要先建制好，然后软体的部分哈，咱得是要去做实验嘛，对，看看这个过程是不是顺利。我客厅那边就来，哇，宕机，怎么没有办法进行哦？那么咱这已经事前的准备都做得很足了哈。那么就是讲，哎，恁今嘛虽然这是医化了哈，啊，你讲哈有较好的这个功能，但是总是哈。有的人还是没有办法适应，然后还是说，咱的一挂长辈啊，伊袂晓用电脑啊，哈啊，各有的人像我，比如说我早上哈要去那个买一本书哈，然后我要汇款哈给那个公司嘛哈，出版社嘛哈，但是哈，虽然说咱基本银行。可以的用这种功能嘛，你可以在家里面用电脑去操作，然后汇款过去，那个你人根本不用出门嘛，但是我来讲，我虽然知道，可是我会担心，我都怕我的钱哦没有汇好，这个钱哦汇你百 wiki 也是讲不见了，所以我一定要去临柜，吼，用那个从传统的方式，就是钱给好，交好，我亲目睭看伊安尼搞钱算算的，搞登一个印啊，安尼我才会安心啦吼。那么有一挂时段，他们。就是说，他们对电脑的这种操作可能没有那么的顺手啊，也就是讲吼，不是哈林啊，有办法啦吼。那么在这方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吼？好，每一个民众，他们都能够被受助那个。就是照顾得很好，被他们服务得很好，被大家那个我们户政事务所给服务了之后。好的，感谢主持人提供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为你这个电影公安的推动无纸化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因为我们当初在关键卖推的无纸化过程，我们是希望电影公。当然的，咱是希望一定会直接签名，直接在咱签入去。不如各位话，因为我嘛是有去考虑了，恁讲咱是大人，有可能是大人讲啊，我习惯来加班，我无按你白纸写乌字这个方式，伊可能无法度去电影讲会感受到。嘿，我有真正有去申请这件案件，这无要紧。只因阮即卖好政事务所的话，啊，告诉讲。民众来的时候的话，也要告诉公，不愿意用手签板这部分，我们还是有一个配套措施。其实我们还是会把他的资本列印出来，列印出来，让他很详细看过以后，让他签名。那签名完名以后的话，其实我们有刚才有讲过，就是说我们会把希望把所有资料都数位化嘛，所以说他签完名以后的这些书件，我们还是会帮他再扫到电脑里面，所以在整个系统里面都会完整保有他的资料。所以他无用伫电脑的功能的方面啦，吼，像讲恁替因去操作啦，好，就是电脑这部分是咱户政署所有人员吼，帮咱一寡吼，这个时段吼，也是较袂向去操作电脑的人吼，因帮伊做这个过程，好因。嘛是跟着上时代啦，对对对对。那么很多人在讲诶，吼，这就是拢医化嘛，吼，电子化、电脑化啊，当然啦，这个好处很多嘛，但节省很多的时间效率啊，拢吼加，因为现在人太忙了，吼，比如讲我要上班。我每天上班，我可能要办一个户口的这个转户口啦，是讲要去申请一个户籍成本吼，你去走去迄个户政所，说实在的有点浪费时间，而且去的时候又要排队，又不是说我去了马上让我去处理吼，所以有时候要你来请假啊，对一挂人上班嘛不方便啦吼，啊有假的这个家里啊医化的这个方式了，我们随时在家里面用电脑操作，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吼嘛，简化了吼，但是总是啦吼，一件事情都是有一体两面吼，是不是讲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或是说有什么缺点，或是说你们已经预想得到的？好，我在这边说明一下哦。其实，在整个户政电脑化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最大的疑虑有两个点。第一的话，就是资讯安全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电影工啊，电脑派去啊，我要办是要怎做处理？宕机的。宕机的时阵是要怎处理？其实的话，打咱的乡亲解说。其实，在我们86年。
电脑建档以后的话，至今的话不曾出现问题。嗯，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其实咱的系统是独立的。嗯哼，所以讲，其实已经外口的电脑的话是拢无连做伙。比如讲，一条高速公路顶管，伊虽然有出口入去，门内出口全部拢封起来的。嗯，以及它只能在这个高速公路里面招种了。嗯，卫生秩序系统也就是这样。嗯，第二，卫生秩序系统的话，伊是有完整的备援。譬如我今日用这个系统，伊随时有诶另外一套系统是备份伫遐。啊，第二个话就讲，万不这个系统啊，卡输讲，电工宕机，嗯，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备援座位马上起来，啊、所以说不会有影响到，就是说民众的话，嗯、就是说他的就是说处理的过程。嗯、那当然的话，可能会有遇到一些小问题，就是说咱讲诶，天有不测风云。电雄雄带电的雄雄讲，哇，怎样停电？嗯、那停电的其中有可能的话，就会导致整个就是说系统没有办法运作。但是的话，因为在从86年到现在、嗯，其实我们有完整的 SOP 动作。啊、第一类为伊拉卡苏工，真正因为电力的问题产生没有办法服务民众、嗯，我们会马上启动，就是说用纸本的作业，嗯、让民众先把它填列申请书先填列好，嗯、那你要请他先回去、嗯，回去完以后等系统上来，电源上来以后，卫、嗯、生事务所就会马上把它登录完，嗯、把它证件处理好，再约民众、嗯，就是说什么时候来领这些证件、嗯，或者说轻松到他家去给他。其实我们的服务的话是欢、嗯、算是欢。算很全面性的。嗯嗯那另外一个治安的这个问题的话，以目前来讲，其实大家也不必怕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可能就是说啊，那我全部的电脑资料都是在电脑里面。嗯嗯、啊、电脑坏了，以前纸本的话还有纸本还可以翻、嗯、还可以看、嗯。我现在存到电脑化以后，电脑化坏掉怎么办？嗯。其实不会，就刚才有讲，其实它有备援作业。啊、所以说它今天存在这一套。等一下，他马上会备份在另外一套，嗯、它是同步备援、嗯，而且的话，在108年、109年这边，中央的话又精进了这个区块、嗯，它所有的主机的话已经收到去中央那边、嗯，所以说它整个系统备援作业会做得更完善。嗯、我们在107年跟108年的时候的话，其实在整个系统的话开始中央收归在中央。第一的话，它最主要是要提供它的效能。第二的话，它最主要的话，在整个系统它备援作业，它会备援的更好。申请书的部分的话，当等备援上去以后，它就可以透过全国这样的话下去share。这样的话，就是说，当今天你纵然是在南部，你在今天出差在北部要申请你的资料，申请书这部分的话，就马上可以申请得到。那当然的话，可能大家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现在从今年。以后大家申请书申请这部分会那么方便？嗯嗯嗯嗯嗯、那在109年7月1号之前，那些申请书怎么办呢？嗯嗯嗯、那没关系，其实的话，我们有跟内政部去做这个建议。嗯、那因为我们有看到，其实这个体制会非常好，所以我们当初台南市的话就很正式的话就跟内政部建议，就是说，那109年7月1号是不是想办法让我们可以把它扫描全部建上去？嗯、那以后的话，民众的话就不需要，就是说透过传真或透过打电话、嗯、或到临柜的方式下去做处理。嗯、所以说内政部这边的话，他也应允说，那 OK， 等到就是说在可能明年以后，他们会开始去逐步规划、嗯，那会透过一个整套的机制，在、嗯、整个扫描上去的标准会是一致的，就我刚才等同，嗯、因为它必须要跨线是全国性的。嗯嗯所以在整个资料的建置方面的话，可能再从明年开始，他们就开始会陆陆续续去规划，而户政事务所的话就会开始陆陆续续依照那个规划，开始把一些永久保存，比如讲出生证明书啦，或结婚这个部分的话，申请书这部分全部把它扫成线上。那以后的话，我整个户政的所有资料就全部是线上，全部都是无纸化。那以后这部分再搭配明年 New EID， 就是说新式身份证就可以。达到一个免临柜而且免书证的这个一个目标。嗯、所以吼、哦，用这个方式了后啦，大概愈方便啦吼、哦。啊，而且呢，对环保嘛是一个足大的这个加分啦吼、嗯。因为即马咱的环保问题是足严重的吼、哦嗯。除了讲你这个纸吼需要迄个树木以外啦，像阿杜啊咱科长咧讲啊，你安尼一个人走去迄个户政事务所了，你还可以走足侪所在嘛吼。阿杜啊咱讲的啊，像环保局啦吼，啊你监理站啦拢爱去。啊，你想看卖你骑一个奥托拜啊，是开一个车吼，啊，这嘛是拢吼造成吼咱空气的污染嘛，造成咱环保的这个负担啦吼。这其实年代的太多太多了哈。那么有这个绿色柜台的这个电子化功能了后，当然啊，对的，咱各方面吼都是加分啦哈。那么他都啊，咱哥。
讲到哈，有一点就是讲，即卖人出国的机会足多啦哈、啊，有的人去咧办迄、那个护照的时阵哦、其实足简单的啦，我拢等迄、那个迄个旅行社的人啊哈，但是这办护照好像现在因为这个电子化功能了后哈，这个办护照好像也有一些改变。哦，对，是的，这个、办护照，接着我来说明一下哈，我们是在从以外交部在从100年的时候的话，那其实它有就是说为了增加就是说其他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免签证作为，所以说他们最主要一个作为就是说希望护照的话一定第一次要护照的话一定要清办。那护照要清办的话，台湾专线都还是北中南中部跟东部，几个点会当清办而已。所以说民众的话，如果说每次的话。出国就要这样跑到高雄、跑到嘉义、跑到台中、台北或台东的话，那基本上来讲，我一直请假去楼顶做等，没有效率，没有效率。那后来的话，他们就委托我们户政事务所的话，就是说啊，我好像说你办完对人吗？对人吗？以后再把申请书上传到他们外交部，那这部分的话，他们就可以我们上传以后，他这张申请书就可以委托旅行社的话去做那个申办的业务。那当然的话，这是一个过渡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已经啊，不过我去好进所料，我嘛是要委托给电影公旅行业者来办一届。嘛是爱得加走一撮、所以阮今年等于讲8月10日开始兼外交部，就是全国性，阮嘛是去来争取，等于讲得爱下护政署所的话来协助处理。所以即卖的话，第一届申请护照的时候，去护政署所的话，只要去做这个人被确认完以后，他马上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透过线上直接送件。他到时候申护照做完以后，都直接寄到户政事务所，也可以寄到快被寄家去领导弄会晒。所以讲，伊里面的委托下，迄旅行社去办，也当达到更快速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个护照业务。是。那么就是讲，针对咱今天绿色柜台电子化功能，咱柯店长跟我上面补充。我在这边会稍微补充一下哦。其实我头好讲，我的愿景诶，就是电影公会希望达到。就是说以后的话，大家免年柜嘛，那整个搭配过程就是我们每年电影公 New ID 的推动。是啊，你接下来稍微跟我们的乡亲解释一下 New ID，这个大家其实不必担心。但在就是电影公在我们的身份证，一般的现在身份证，咱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同一边哦，兄弟啊，别名有咱的配偶姓名、爸爸妈妈的名。不如够咱有当遐伫外口的使用当中的话，咱是要证明咱自己尔。对，证明我是某某人，我出生年月日是当时间行政号码。伊无需要知我爸爸、我妈妈的名，还是我某的名。所以在新的身份证以后的那个 New ID 里面，你卡片顶管看到的资料，就是单头我讲的。既然你是要证明你自己，一定会有看到你的名、你的行政字号、你的电工出生年月日，上重要一部分的话，有人会讲。你有传播无传播，我哪会知？大家惊嘛吼。他上面的话还有一个单位，他有没有结婚？不会把名字写出来，但是有写有跟无。对，有结婚无结婚？那对，但保证讲，你今日去比如讲要人家人交往，就知哦。你其实是未婚呢，你起码是未婚呢。那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就可以保障当事人。那其他的资料是哪里的？存里头的，存里晶片那边，而且晶片嘛，无存其他，就是头啊讲到遐物件，就存里遐那边，安尼俩。有时候吼，咱迄个父母来，为两个小父不详啊，对了对了，迄当事者来讲吼，有时候是一种伤害吼。刚才可能我可以出来，大家吼，大家知影讲我的父不详吼。但是安尼是算讲吼，对个人的这個尊重啦吼，对这些人的权益的一种尊重啦吼，个人隐私嘛是一种保障啦吼。今天恁吼，咱真感谢吼，咱户政科长张生木吼科长，因为吼，咱头拄仔听咱科长咧甲咱介绍这绿色柜台甲电子化功能的时阵吼，知影讲吼，咱的科长吼，伊非常了解吼，咱这個业务，因为科长好像在这个户政单位几十年，二十年，所以吼，伊的这个业务非常的这个详细嘛，非常的熟练呐哈。那么呢，今天啊，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咱台南向前行的这个节目哈，我是王，咱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下次见。